好了，我要来把装备生成这个橘装传奇装甲啊 ，Legend。魔兽世界的传奇装备就是橘色的。Legend。你跑去玩风之谷了？是啊，回去风之谷回味中的，真的觉得我是智障。风之谷居然还活着。欸，风之谷一样要烧钱呢。那天去研究一下怎么变强，好可怕的。氪好氪满啊！是如果想说啊，这个来氪个金好了。哇，这个氪下去也要好几千呢。啊，好扯的，不够贵呢。是，我就觉得他都有点像那个暗黑破坏神三的。暗黑派破坏神三，就是你要一直刷怪，然后变强，然后刷怪再变强，刷怪再变强。哦，要一直刷。暗三有点像，暗三比较不用花钱啊，暗三花个1600差不多了。能够进游戏后面就差不多了。这种早期的游戏就是血尿出名的，真的。那要看代理商。哦，的代理商到底掉不掉宝啊？黑局出品，黑局代理，好，这边变垃圾游戏。黑局代理，我快点刷啊！不想刷的话就氪金啊！哎，的，而且氪完之后会发现，就是没有结束的一天。但你氪下去了，你会发现更多地方需要氪。越氪越多，越氪越多。好，再偶尔出个新角色。新角色要练，从超花时间的游戏，超级花时间。可是玩风，我觉得现在还在玩风之国，感觉好像还蛮多人的。有很多人还是什么？就还是很多人在玩风之国了。对啦，是蛮多人，那就是比以前的人还要少了。那不过我觉得这是当然，游戏都是这样子，大家都这么喜欢血尿 game， 就是我会玩也是回忆啊，没办法啊。以前就是玩风之谷长大的，对他有一点感情，应该很现在以前的都不见了。很大一部分人玩风之谷可能就是开着让他在那边练功吧。对啊，就练功啊，哦，想办法把让自己变强啊，然后变强去刷怪就有成就感，然后刷完之后发现又不够强，然后又继续刷怪，金送，然后刷怪不一定会变强哦，还要解活动任务什么的，然后解发现天哪，需要一个月才可以拿到想要的东西。然后就想说啊，不然花钱好了，氪金买卡下去，错，我已经小小氪了150，发现什么都不能买，哦，买的都亏了，因为你只氪了150，氪了150，还发现没有东西可以买，我只能换封币，哎，氪到用千起跳，好的，没有钱氪啊。没有钱啊，是觉得不太值得啊，太多呢。不知道，我觉得现在玩的游戏都是这种尿性的，可怕呢。大家都是相较之下，就算花了3200买了第三，感觉还是比较便宜，划算。对啊，算了，不要为自己买断了，买完就。买完之后就放着。喜欢买断游戏，买断游戏才是王道。剩下的东西都要靠自己慢慢弄。哎、欸，对的。啊，装备做出来了，要来升级吗？还是先穿啊？这可以附魔吗？可以。我
来冲装备，装备，装备。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橘色的全身橘装？啊，爱的橘装。橘装之后护盾变成512，两倍化，然后升级化，升级又多了一阶，好像比原本的双足飞龙再高一阶。那我们去打 BOSS， 他到底一次打多少？哎，你说打多少什么东西？伤害啊，伤害可以卡掉我们多少护盾？你没办法去硬吃，基本上去打那个 boss 就是一直飞啊飞啊飞啊，然后去躲他的炮弹，因为那个 boss 就是会疯狂丢一大堆炮弹，如果你硬吃一波的话，大概十秒钟就 GG 了吧？哎，哇，这么快？就是顶多只能顶多吃一下的感觉吗？对，就吃太多次就直接掰，就蹦蹦了蹦蹦就开始。你就只觉得画面突然被疯狂轰炸，然后就重生，就死了啊！回到主画面，死了。放这里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下课是那个方便很多呢，速度快太多了。哦，你做那个做钢弹做去，嗯，造钢机要做钢。对啊，做钢钉用那台比较好，快多了。你多了啊！这样看起来，下个是要准备下三根碳棒啊。嗯，碳棒要合成啊，真好用。Fly Steam 嘛，强化还要值40个，感觉我要一组多才会够用。避免免他跑出去。哦、那我来调整一下飞行速度好了。不需要翅膀就可以飞了。嘟嘟嘟。感觉今天会有一大段进度卡在做强化黑曜石。对啊，可惜那台那个大型机器没办法加速。加速加速！哇。他可以一下咻，放个什么 Botania 的花在旁边，可以咻一下完成就好了。如果 Botania 以后可以支援所有这种燃烧的器具就好了。啊，跨模组支援啊！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机器核心。哦、但你那个更扯，你那个更扯，直接加速，好爽。有加速到吗？其实我都不知道，因为这台机器我是不晓得它有没有办法加速。像有，看它瞬间一堆东西又不见了。哦，是吗？可是它有可能是一次合成一组吧？我看五组，到底有没有加速到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？为啥这样子？好，应该是没有啊。目前看起来都还 OK 哦。唉。玄钢就是娇贵，娇贵的玄钢。我们一起用这个会影响到。啊，糟糕，被我用完了。用完什么？那个钉。刚顶又被我用完了，再度用完，再次用完，来烧点铁好了。煤粉还够，对，感觉铁最后 会需要一些铁，先把铁砖全部换成铁，感觉没有很多哎，不太妙，再来烧一点就好了。那想有没有完全透玻璃啊？完全透，完全透。那个什么，刚看到一个是完全透。Ultra Utility 的好像也可以啊，或 Ender IO。Ender IO 好像是完全透。Clear Glass， Quite Clear Glass。
纯净玻璃，太纯净了吧？啊，哎、欸，我们的垃圾桶过去了。我们这样的垃圾桶，在那个二楼，我把它搬到新家来了。Destiny out of range。来做一个。不知道这样够不够？我做多一点吧。优越之石要怎么拿取得啊？超优越的。月之石，如果它没有配方的话，就是要靠挖矿。哦，好像在地底下，而且它比较麻烦，是你不能点灯，它只有在黑暗的环境下它才会发光。你点灯的话，它就看不到了。这么神奇哇！我们现在系统里面也只有那么一颗月之石。啊，对啊，硕果仅存哎！天哪，硕果仅存！你是要做可以哦，直接穿过去的玻璃哦？没有，我想做完全不用穿过去没关系。嗯，哎 ，XRT 有完全透明玻璃吧？会有边呐、啊？哎啊！中间透明是有、欸，其实 Britannia 玻璃连边都没有、欸，只是 Britannia 它本身会有一点颜色，对，它有颜色。看你需要那刚才讲的 End IO 的 End IO 的话也是有边，有边啊、喔，但是没有颜色哦、喔。任君挑选，把下面生怪章关起来好了。我们家已经太多东西了。金科卡的上有一个叫做 Clear Glass， Clear Glass， 那应该是也是 Tinker 的玻璃吧？真是看好了。Tinker Glass， 看它也是有边。啊，这个只是这个要用它的熔炉才烧得出来。我刚从来没烧过、啊，要把沙子丢掉。我记得早期在玩的话，好像都是用 Tinker 玻璃没有错。我后来改成流行这个 Extra Utility 了。电梯呢？看吧，红石。我们的米菲的头摩亚又跑到地下室。头摩亚啊，石不小心咻一下有更好了。夏克斯是想要完全无边框哦。对啊。还是这个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住怪物？挡住怪物。哦，之前的那个 Minecraft 有类似的方块可以挡住，让他没挖进来。嗯 ，Baby， 你要挡住怪物？啊，算了啦，没关系，不 care， 我直接加玻璃了。是，可以加个半砖或者是栅栏之类的。加栅栏，不过蜘蛛还是会爬进来。哎，对啊，那好丑啊！我的，不然加布坦尼亚玻璃。是觉得布坦尼亚的玻璃，或者是 shield， 可是 shield invisible。RF2 有一个立场的东西，可是我从来没用过，就是蓄油的。我来试试看、這個。我看你的玻璃可能灰灰的，嗯，会有颜色啊？那看起来都雾雾的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立场，我来试玩立场。这个电，
那个弄。那个。所以上次讲的 Super Circuit Maker 之后有试过看看吗？还没。我现在在做，因为那个实作需要一些，就是如果真的实作出来的话，怪物就生出来了。所以我现在在做那个黑曜石的坚固的大堡垒，让它掉下去。但我觉得材料远远的不够。木油电啊，远远地不够。慢慢生产。现在觉得电不太够。Dimension 不够。Feeling safe now？啊，你觉得很安全？神罗天阵，哦，下克苏的神罗天阵，哦 ，receive， 应该有电吧？哎，有，真的放不了哎，有点不是很开心，决定把他隔壁家给拆了。Has， 这是什么？防护罩。然后呢？现在是设定 invisible， 所以玩家可以穿透。可这时候拿一只怪物来做实验就是了，看他过不过来。太难了吧？看一下哦，有怪物吗？找蜘蛛好了，用黑色的那个绳索把它抓过来，或者是用金灵魂品，只有蜘蛛才会爬墙。可以叫蜘蛛来爬，来，过来过来，啊！结果他从旁边来了，他应该是没办法穿透这个地方的，哎，还是过来了，哦，应该要设定成过不来的人才对，solid damage， solid and damage， 设成 hosted。Up， 还是有过来。Host is solid， invisible， clear pass。秀。这样他才过不来，所以不能用隐身。Transparent shield texture， 哦，下个是离开游戏啊，断线，断线啊，断线中，请稍后。蜘蛛呢？然后那蜘蛛跑去了。到这个，到我们家了。哦，过不来了。对，刚刚是哪里有设定有问题？耶！要说立场系统的缺点的话，就是还蛮耗电的，而且要连续的方块才行。哎、欸，怎么蜘蛛飞进来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，怎么跑进来呢？关闭系统的连线。哦不，什么？哇、哦，他说关什么？关闭一个系统的。我重开游戏了吗？远端已强制关闭一个现存的连线。
对啊，这样子蜘蛛这两面墙就进不来了。可它到底会多耗电呢？家附近好多僵尸啊，那僵尸应该没办法从那两面墙，然后这一面还没封，所以他就进来，然后我再过来。这个下课是看得到这个东西，看不到哎、欸，看不到墙，看不到墙。哦，蓝色的看得到，蓝色的看得到，对吧？现在看得到啊，这个就是手动指定要挡的地方，然后指定好之后，扳手敲一下，它就隐藏起来，然后条件集都在里面，所以现在就是玩家可以穿透。然后有敌意的声纹没办法穿透，但是这还蛮好用的。对，但要一直维持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要耗电，就是。我感觉还蛮耗电的。啊，我们家是有电的、啊，到底有多耗电、啊？而且我不点它、欸。哦，要扳手点才有用吗？哦，开哦，啊，他只能一个人开，对，哦，没办法同时开启。比如说，把这些玻璃敲掉，全部换立场看看。咦，我们没有沙子哦？没了吗？没了也一个不剩，太酷了！摸就摸到了，可能烧玻璃都烧光了吧？对，看能去远方挖几个过来，挖沙或者是直接用鹅卵石磨。哦，可以用磨的、哦，慢慢磨，慢工出细活。这个好像是电的方块越多会越耗电的样子。所以我在想啊，能不能交错摆？反正蜘蛛两格宽，它应该也抓不进来。衣服飞太快了，算交错，他们交错算连贯的吧？那只要整体来讲的连贯就好了。哦，应该说最上面啊，因为只有蜘蛛会爬墙。然后下面的话要挡其他怪。其实我想看，应该不用哦，全部挡起来，因为怪物，因为下面是两个哦，只有蜘蛛才爬上来。哦，等一下哦，两个要挡的地方只有怪物爬得上来的地方，其他应该不用挡。嗯，所以用这种大概是这样直线条。啊，其实。好，这要连起来，可以摆成两个，这样可以更少。因为旁边有这棵树，所以可能要垫高一点。
然后这样子就连起来，这样连起来，从里面连。这个也是从里面连，再从外面连，再从外面连，这边从里面连。嗯，好，检查一次。一 tick 等于几秒钟？二十分之一秒。哎，二十分之一秒。好，行，二十分之一秒。这边敲掉，敲掉。应该都有连上，连连连连连。好，那这边是平面的，所以要当两个高。我觉得飞太快了。这样子，他应该也钻不进来那个洞。好，对，好，我试着扳手弄一下，放，哦，通通隐藏起来。不过这两个机器可能要换个位置，看看放哪里。你想要放在哪里啊？它是发射一个镭射光还是怎样？它只要连接啊，它只要贴在立场方块旁边就好了。来看你想放贴在方块吧，对，贴在那个立场旁边，然后它后面这个宫殿。Feeling safe now？宫殿，然后扳手用一下，而且理论上怪物应该进不来了。理论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试验看看。那个真如天钻，它好像也还好呢，它也不会说随着方块叠的越多。耗电量有，还是都没有升级啊？嗯，因为现在我们家供电量够多了，应该够，应该够啊。哎、欸，希望可以，因为现在不晓得它耗电量是多少，它没有写。一直听到蜘蛛的声音，刚刚在实验的时候好像有蜘蛛爬进去了。灭错了，还就在我旁边。哦，剩两格血，那拿你做实验。可是白天他好像……啊，他爬上去了。没错。哦，他居然没摔死。哦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因为那边没有放方块，所以他会卡在那边，但是不会进来。射到屁股，我看看哦，要不要连这边挡掉？这样他就不会卡在这个房子上。音架工程。这东西还不错哎，哦，蛮有趣。对啊，它可以设定什么东西可以进来，什么东西不能进来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设定成它穿过立场的时候会受伤。